面全好笑，镜头继续刷叮当，唔那是为了眼线，也佫有翘翘的睫毛。雄雄看这张面，感觉有小寡怪怪。伊是英国23岁女子卡尔，头顶冠包着布巾，讲伊是时刻教导，因为16岁领洗变成教导了后，才开始接受伊这个模样。This is who I am. I'm different, and I've learned to accept it fully.原来卡尔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，在一会已经加清廉，不过在一会了后，身躯几内所在拢开始像大波同款细毛。这张是15岁相片，好像是剃掉啊，不过看起来也是有乌的所在。I would hide it, by talking to people with my hands over my face. I used to wax it, and that became really painful, so I would just shave it.伊伫到16岁了后，伊开始接受家己，袂阁暗暗坎坎，甲朋友斗阵去踅街买衫、化妆、打扮家己，大方展现家己女性的特色。面对展现自我的结果，予伊得到一份教师助理的工作。未来伊将要继续保持本来的自我，开始去找愿意接受伊的男朋友。